要继续再讲这个肩胛骨的肌肉。대롱라토무튼드다단디소리토가그때랍샤호사因为我们手部的很多动作啊都能控制除了手本身就是我们肩关节的活动啊因为这个力量要传递到手部的力量要传递到胸腔所以肩胛骨它前侧跟背侧都有很多肌肉在아저럭바식체모배셨던거고여러분아니세상아니럭바그식체나때니아니다단디잡로소리가야마내니식체태와도또소야마저식체모여래어떻소모두当然每条肌肉有它的作用跟工作那但是我们现在主要要了解肌肉的位置为什么因为这些肌肉有些地方在我们检查的时候会发现它有一些不平衡或者阻塞所以我们需要了解这些肌肉的学长的我做学长学长的离开的盲桥下中个医院隔离之后呢下中个亚马在千里下中个千里几个月了哇塞现在我呢亚马我说下中都是亚马在下中个大胆地区和你的大大爹妈的医院个同门同仓马爹妈的第二的大哥给钱不容易小东家长估计工人呢多少岁195180家长家几千啊小东有翻到了吗你也送来的小东我们先看这个这两张图上面这一张图是肩胛骨的前侧我把这个肋骨拿掉可以看到这个肩胛骨前面从前面这样看过来다단파리토악파리지도와파리디아니다단디소리가농농대차되어래능그스마트서꽉샤와야나아니디다단디소리가능그서세우통그래서所以这这个上面是从前面所以可以看到这个肩胛骨的前面这个地方它其实这个地方平常是靠在这个背部的肋骨다단디나서빨리통화하게돼샤좀지도와다단디소리가등때나나키되어다스대잠로가안디나서남징이나그쯤막이잠로가캔되어와세나하여我们可以看到肱骨的前层잠바다단디홍리여라홍리가된쇼차那下面另外这一半的话是肩胛骨的背侧第오그르모下面的这个吗아르모디오르모지도와디다다그디나서디소리가오그디샤좀도서기도를해서那肩胛骨的背侧的话我们主要就是要了解肩胛骨以肩胛棘这个地方分界上面的肌肉跟下面的肌肉还有肱骨的肌肉디소리잠로소리토가나사람불되지도와스판어때뜻어야마다되니디가이용되니파송에는가서홍리여라홍리가그잡로가니샤름도서도서당거래서어서我们现在先看下面这一张다다르모주르모델라뚜아세肩胛骨背后的肌肉다단디소리잡로가니샤름도서델라쓰기세那我们之前讲肩胛骨内侧上角还有内侧的肌肉对吗这个主要就是肩胛骨跟背部它拉扯的关系跟背部啊脊椎拉扯就是我们的背啊这个肩胛骨不是附着在依靠在背部上卡上老师来一把卡上来一把刚才来呢但当地手里的农学和地亚马的时候我说来一把等你爬出来那第十件个爬亚马天下去天下的时候刚才我说然后第二个我说我们得第一把是另外我们现在讲这一张图主要是肩胛骨跟肱骨之间的肌肉肩胛跟肱骨现在单单我说来过来的
소리 토크 다단 디 샤듬도 아니 홍리 토크 아니 디바로 그래야 되라 다고 그래서 왔단다 디저 比如说我的肩膀要抬肩或是往后的话是不是需要这个肩胛骨就大菱形肌小菱形肌提前讲这个肌肉对吧往抬肩膀或是要拉扯我的肩胛骨是不是要靠这个肌肉啊你红袜的压一下来呢아니 잡록나 파팅에 대해서 망쳐가 되지 용기 요나 아니 잡록 디 샤듬 완전데 람보드 마이너르다 라보드 마이저르 니켈라 드라이어와 디 파팅시 시진 템도 라스 다시 루어 오야 타이소피 더화 즉 需要 공구 근 견자구 시진의 진도를 소소라 아 세종이 로바야 루시아를 적대 아니 잠노가 소리 다데 다도 데니 가서 홍리 그 바로 그 샤듬도 소라 드라 여러와 데니 길 리가 지고 그러와세 소이 저세 지요 타요 타 보통의 작용 즉시 你要看 你要看 就是說 你 做什麼 동작 然後會 用到 哪些 지요 아 잠노가디 샤듬도 소 소소소라 아니 셰디 만다 만다 여러와세 소소 그러니까 아서 나서 나와야 말에 그쪽 자대 안테 용 소소소 저야라 밖에 아니 그런 그런 거 만들어 만들 이제 체리 체리 넘 걸어 와서 所以我们从先从这一张里面就是放大这一张我们可以看到三条这个肩胛骨内侧的肌肉内侧有三条没有啊大家 다다 소리가 농록사 아니 샤듬 침모지 숨도 하세요. 뒤肩胛肌对不对? 어, 뒤에 lamptus scapula muscle. lamptus scapula muscle. 这个肩胛. 대단 뒤에 supraspinatus muscle. 这我没有写啊. 아, 네. 뒤肩胛. 아, 네. 뒤자 lamptus scapula muscle. 어, 대. 这个，对了，大家 lamptus scapula muscle，这个，能看到，第四个，这忙着什么多，什么的，对吧？这三个，对吧？这三个就是提肩胛小菱形带。啊，第四点呢，头须的，大家的 lamptus scapula muscle， 第五点的 rhomboid minor 及第四点 major 及小菱形。 람보드 마이너 데르다스 단단디 다단디 람보드 마이저 데리저 체도아스 디 통그도아세 마손디 소리 소리 그 소단도 통그도아세 디 르모드 나 베보티샤드 아 디니 마손디 홍리어로 와세 홍리 아, 디 리모트 최고다, 제 리모트.那另外就是，所以这个就是肩胛骨内侧的肌肉。啊，第肩膀的，我从第，手里那个的查到了。那肩胛骨下角有没有？昨天有讲的两块肌肉有吗？啊，第手里松的不，嗯，卡上我从第下这么，啊，你那边有啊？这个是背阔肌，对不对？这个的latissimus，啊，第dorsi muscle。 肩膀的serratus anterior muscle，背阔肌在上面。latissimus dorsi muscle，但是拖拉有的。啊，你serratus anterior muscle的，这是拖拉有的。所以我们昨天做这个肩胛骨下角，对吧？这里面不是有很强壮的这些技术？这第一层就是背阔肌啊，其实主要是背阔肌，然后前屈肌是在更里面。 다단디송당속이송답디올라아니샤듬첨부즈니어로와샤듬버림바동보드다단디레체스머스안드로시머슬드차도레즈디노로데용샤듬첨부즈요레디첨부디아니에서레체스인테리어머슬안테차도르다세소니지저자자이총젠자부샤자저거샤자저디다고한테시다 아, 수고하고 송답 그 언디 어디 삼로 동거다 송답 년에 다 샤듬 침보지가 니 와서. 那这都是我们之前讲过的嘛哈。那咱们那次刚才你吃腊菜有啊？那我们现在要讲这个。
但我从三万两万点地脱个啊啊，下这么多声音大声。应该不会了，不会了。啊，你你但你我童年等着吃个门多啊些。你只要记得，从哪个，比如说肩胛骨上角开始找这三条肌肉，下角找这两条肌肉，这样就对了。嗯，前两个电脑呢，南个老就说的，啊，你说话个脱话个，你下这么什么药啊？但那拉不长久，得到你说话个松的，哦，第一个下这么两捏的，第二把个捏的，你像个什么东西晓得？你南个吃个点啥？然后再来我们看这个图就是这个肩胛骨是这样，对不对？然后肱骨在这里。然后这个肱骨它会活动，对吧？会活动，对吧？嗯，现在人强说要热啊，啊，那说话个一般都是吃的了啊，说话你趴着坐那，你我说红绿的吃的，红话个你亚麻骨胶浆那可能那第二医用个骨胶个弄不掉了，啊，你说话个痛了，你单单的下这么轻不觉了吧？所以我们的肌肉都是很多是从肩胛骨上面，然后拉到肱骨上面，就是这个肌肉它跨越关节，从这个骨头到这个骨头，啊，缩骨的话，下这么多是忙起完，你头呢？啊，你你头了有了哇？嗯，对你怕听完怕听完，那你告诉红绿药，红绿红骨，我带脱掉了哇？啊，你第八的得参掉，南岗的第八的啊参掉了，吃到了是。比如说，我的手是一个肌肉嘛，那如果我在这里有没有？这个是肌肉，假设这一条是肌肉，那我在这里，那我拉扯只能。如果没有跨越关节，这个肌肉会不会，这关节会弯曲？嗯，啊，先生的，喇叭个第八楼的在下这么的哇子，你下这么的第八楼下这么的，啊，没完也那，你个喇叭的亚麻个的，你把它通过嘛了哇子？可以弯曲吗？可我就中下个了哇子，中下个了哇子。这一条肌肉它没有跨越关节，就是在单独这个骨头上面。可单单的。可单单的如果脱了的掉了，如果脱你可亚麻筋更结。它可以令关节弯曲吗？脱了的成残的了。听得懂吗？过松还是？这个绳子要跨越这个关节，这样才可以收缩嘛。啊，都是这样的，亚坦白呢，肱板也难的，骨松的状况是。听得懂吗？如果这条肌肉没有跨越这个关节。的话，他怎么把两个骨头拉动呢？你能懂我意思吗？第八路下这么的没完，那可以亚麻筋更结个，可第六八的用过嘛了哇？这可你给他的红花当的啷个你给八路个的？有没有绳子？啊，套吧有还是套吧？这个是肌肉，然后这个肌肉，这个是我们的关节，对不对？如果我这一条肌肉只是在这里拉扯的话，我附着在这个这只是肱骨这里，那我这一拉扯是不是只有肱骨的肌肉在拉扯？它我会不会影响到下面的骨头？啊，你打打红啊，通过你下这么多哇，你下这么多哇，下这么多亚麻，听完以后，我个冷个点了，你首先跳过来，跳过嘛来啥？所以它要跨越关节嘛，所以我们要让骨头弯曲，是不是这要这样对不对？如果这样，可以，我这样才可以。你看啊，我这样，这样，我这样绑一下。你看我这样是不是才可以拉动它？你懂我意思吗？我拉动它才。这个才可以上来嘛，这手才可以上来嘛，你懂我什么？我要有绳子拉动它嘛。可牙疼吧？也难的，可个的啷个去？穷了个的牙疼用掉了哇？这啷个？肌肉，所以肌肉是不是要从这里连到这里？这个手才可以活动，对吗？你懂我什么？先从下这么的脱光红啊，你打打啷个把着那扔掉了哇？先从脱光你扔掉那地心给牙拍开了。手臂抬起来嘛，对吧？都是喜欢那老把的牙夹个牙了哇？他说我这里没有附着，我这个肌
肉附着在这里，我附着在这里。我这样抬，这个手臂会抬起来。对呀，托管你啊，听完，那能可能把它，你可压力，你冷了，对呀，天透过来，这透过嘛了。下面没有办法动。可能这边有嘛了。对吧？但是如果我这里附着在肩膀哎。可托管大人，我从出出个药啊，出吧，出边托管就到香了，啊，都可以点多个了。对吗？所以肌肉都要跨越关节，它可以带动，它才可以带动关节活动。可把那个地人参叫了，主要没完，那可压天疼嘛，主要要那可压嘛，地主要可经给压天给了哇塞。所以我们研究关节，其实就是在研究什么跨越关节。但当地我从地吃的也到过了，等你说我劳动的，我从压嘛个地把那个主要叫了。哦。压跨越关节，当它跨越关节的这个肌肉，它的拉扯，它有前面的肌肉、后面的肌肉，它拉扯不平衡的时候，它的活动就会受到影响，就会受到限制。你可以把它这样了。所以它收缩的时候，当它收缩不顺畅的时候，这些肌肉会不会就是有阻塞，就是会卡在关节面？现在脱个下肿脱了，你腿没得了，你下肿的，那得配个那的疼什么药了？人参，哦，人参得了，可你卡掉了哇？真的。哦，所以我们这张图的话，我们可以很清楚看到，这个肌肉很多肌肉是从肱骨。到前脚。啊，你么的好像谁有肚子啊？啊，你不个啊，红啊个的，他个下头都说怕去降解，你不个的手里头个怕，就特别多啊。那我们肩胛骨以这个肩胛肌为一个分界嘛，这个有一个凸出来的骨头，对吧？肩峰延伸过来的。手里头个的这个十八年哇，第十两本多久？哦，对。上面就分哦，上面的肌肉跟下面的肌肉。啊，你第一是那上半个头啊，你不是那句头啊，你动物你这个下肢那个也完些的了噻，嗯，落个。哦，所以肩胛肌大概是在这个地方。嗯，差不多跑起这个就开始了噻。所以这个上面里面主要有一条是肌上肌。哦，第一头啊个，第一动起来第一头呢，那你下肢清不清楚啊？下肢的对。supraspinatus muscle， 我的地下肢的都强的了。然后我们当然它的肌上肌是比较里面，它外面有一层背那个斜方肌。托鼻子呀。是我们背部很大块的肌肉。对。我的地角落呢，把咱的下肢切走了，托鼻子呀，托鼻子呀 ，muscle 的地给不掉了。我们不管那一条，我们现在就是管这个肩胛骨。这个肩胛肌，上面里面这里的肌肉叫肌上肌。这边在压缩，在这个那个什么的，但如果那个的，但弄个的下肢肌多，supraspinatus muscle 这些，我得点那个强度。然后这个肩胛肌的这条线下来以后，就分三条肌肉，一条，两条，三条。但你spine 个的长的你没有啊？那你？下肢么？你什么样的？下肢把什么？动不动你把什么多？哦，所以我们所以第一条这个棘上肌，那第二条就是棘下，就是肩胛肌的下面棘下肌。嗯，它当地supraspinatus muscle 动，它的 infraspinatus muscle 强对吧？小圆肌哦 ，teres minor muscle。第四就是大圆肌。啊 ，teres then major muscle 哦对。有没有看到这个肩胛肌下面有从这里一条肌肉，两条肌肉，
三条肌肉，对不对？第一个它的span个的欧了有了span个参的呢参的呢它下这么什么多少都是今年什么有的对吗 Terrace minor major 的多少是不是对吗对然后这两条是从肱骨第二条第三从肱骨到肩胛骨大家下这么人把你往当身把你个不跟我的红绿了太多的大约肌是这样다단디테레스마이저가지드스티어다지노노로사看到哪里不同但是人们都要个高着人们都是人们都要是看到哪里不同테레스마이저的这个们都要哭노노那种多哪里有不同什么的罗格的多大圆肌你看这一条不是在这一边对 Terrace Major 的托卡亚拉入门的话的 Ola 去修的话看到吗它是在肱骨 的内侧不是在它的后侧大胆的 Terrace Major Muscle 的那红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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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日红啊的话红日humerus 肱骨是啊这是我们的这个手臂的对那你看这个第二第三它在哪里在这种肱骨左头上但是你 infraspinous muscle 的 teres minor muscle 的那的高了都是但是你红这个红过了多少然后这个大圆肌最第四条就是到它的前侧这个 teres major muscle 的但是你红这个浓度才你怕吐下多少所以你看这个我们转到这一张图但我是农路的大神那先把的这么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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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压住呢哭个红这个弄弄这个多到这里挡住我没有看到等你到高下的话我说通过门多少钱然后你看这边是从这个是从前侧看的对弄弄和你蹲下这儿大钱从这里有没有拉到这里都是你弄弄呀推下多少钱好不好所以你看是从这里拉到这里都是你弄弄的不给推下多少钱好不好然后这个是什么肱骨第二个在那个地区我是红地上的。附着在这里对吧内侧这里。对脑脑上的。我这要记起来。那什么时候有的啥二三是在肱骨头上。大家你要到什么嘛就大家你红红红红红骨特多的大家。那我们还有第一条没有讲脊上肌耶。我昨天把这个要买的。Supraspinous muscle 脊上肌它到这里有附着到肱骨吗等你碰到但等你碰到我这红地有了红地个特别的有了有吗的其实它是有到肱骨但是它在这个的里面就等哭但你红地的话怕有了一那样能落才有了大事脊上肌是不是在脊上肌在这个有没有这个肩胛体的上面对不对但 Supraspinous muscle 的但你 span 跟 no 的话你动起来就多地头了有点大它是这样然后到
对，托管呢，你冬天几多？冬天对了呢，那我马上直接拿到的。你铺个的红这个红果药，有没有使用过？第一个拿到的是个多少单子？看到了哦，但都是今年要的，人通送还是？这一头是附着在公主头上。那对碰到当然的，我说红绿要的，红绿红果它太多了啥？所以我们侧面抬肩的时候，这一条肌肉会收缩。我说你是这么的，那我说出发的压，你红花的压加的，那裤子压挺高的啥？喉咙压？这个这样。都是今年的啥？哦，都是你要有的。抬肩的话，这一条会收缩。哦，裤腰挺的，裤腰好重要的噻，都是你要挺要的噻。这知道吗？大汗过松也是。好，所以肩胛骨这四条肌肉上面这四条有三条，它是附着在肱骨头这个头的上面。单单的什么的，那单单的红果药了，或者 humerus 红果，我第一条了，什么第一条个脱掉的是？所以我们大概这个第一条棘上肌，它是会在中间，正中间这。哦，单单的 supraspinous muscle 的，第一条个肌 ，humerus 个脱掉了，脱掉的，这个肌了，去掉的是。在上面这里。哦，第一条个药了。humerus 红果个，它个多多几多，多多的，几大大几条了噻。第二条跟第三条。人把第第你话到十八年个第大几条了噻。所以我们一般检查怎么检查？我说第大些动过呢，刚才是大些动过了噻，你懂了？哦。刚才已经大些动过了噻。什么？这个肱骨头，肌尼松散的。啊，单单的红果给它了，今年是我当地人把什么药了，马上什么的点涂掉的。我大概从它的中间这里，肩峰的中间这里的里面是第一条肌上肌，第二指，往后的方向，这是肌下肌，然后这样是小肉肌。acromion 有了 ，acromion 跟等肌大大的脑络的嘛，它是那 supraspinous muscle 有的是，等于。你看，学个你先把的你吃了永久的跟你这里是 infraspinous muscle 肌，等你这是的 minor 个肌 muscle 哦的。还有一个 model 了。这个要拍学啥子？大家密集，密集要拍学啥？拍学大家呢？对，对你密集要拍学。日你的学啥？日。找到巅峰以后。找到肩峰，这个是肩峰吗？第二块面，我做梳理个日个色的。然后你要看肱骨头在哪里。等你我做的 humerus 红果药，红的亚麻五角东西。对，大概从这里。排气的这个是哪里？第二天。等你要什么排气？你要顺着这个肩峰下来这里，找到这个骨缝这个位置。第八条问题差不多，哦，第八条，等你爬天上的第八条到达起头了是。哦，所以从这个巅峰这里，这就是脊上肌。acromion 个的这个到达的时候呢，它当地 supraspinous muscle 的到达点有多少？那我们要怎么去按摩这个肌肉？我说的关节是今年爬普尼东过来是，关节是你拧过来是。第一条这个脊上肌。它因为很里面，所以你必须让你的手这样子，或是往后。它当地 supraspinous muscle 的哈正个蹬了有来着，蹬了有来，实际上你老把的脚落了趴起来要嘛的，老把的蹲了就是今年第一次蹲了用过来啥。肌肉它在比较里面，所以你如果它在比较里面，所以你如果手这样子的话，它是会把肱骨头拉出来。现在你去弄了那去掉了噻，对吗？是。现在等你弄了以后呢，那个单单的红果的一个爬挺起来噻，可能个没事的。如果你我抬的话，去弄了你手挺起来噻。我抬的时候还要。去压那个压脚，那你去个的supraspinous muscle 的压着下不多噻，那痛过嘛的噻，但弄了着下多噻。大的，对吧？那怎么办？你看我把。大概是几个的噻呢？是把肱骨头拉出来。单单的红的的吃了挺小的。夹不落嘛？往后时候，肱骨头是不是翘出来？这个肌肉就会拉出来。对，夹不落，怕天呢，用挺起来是，对吧？
所以我们第一条要做肩峰仪。头动脉我是的淋巴区的机器官的头动脉的 supraspinous muscle 的我是的老百姓过来是对嘛？哦，所以大概你要这样。我老爸个人当安在下子，第八道个地差不多，但当地二块面是。有没有在尖峰的下面？啊，但当地二块面个凹大大了。压到肱骨头上。啊，第内侧的当地，我说 humerus 跟股有啊，我第怕。你要找肩膀压到上面。第痛了怕那个打死。你老爸的电视弄了个用个就的是。他这个有时候他很不是很硬啊，所以有时候我们会用工具。所以你们下午来的时候，我们去年发的工具都带过来。你超过学员的是，第一级名级六千八千多个的是，你那你像说的第六千这样啊，这样说的六千就要新鲜，我得开学的，你过节我得开学的。工具记得吗？你什么整个多少？等到落下去了啊，鱼没有啊。好，所以这个可以，这个是要用功。那人几面就落下过个的，当时啊，都是你妈拧过来才落下。然后后面的话，你先抬，你要往前抬，对不对？嗯。你看这个，你往前的时候，肱骨是会翘到后面。啊，就是你等了怕听完呢，你刚从的 humerus 跟我的，吃落了怕痛些多啊是。对吧？如果我这样子的话，是肱骨，这个就转进来。你老爸的脚落怕听白呢，你红里啊，红里跟我的，你弄落了怕不些很多啊是。前的话是肱骨会转出来。你弄落了怕掉，那你红过的吃落了卡苦些很多啊是。你看我肱骨转过来，然后再这样子，是。从这里的后面，这里全部可以做，可以摸得到。现在你老话等了之外呢，你红的个红果的吃落呢，卡苦香的，你低头个下这么多做长毛被老话抢头过来，粘头过来，你。所以我们要从这个肩峰这里，然后摸到肱骨的形状。我那搭档的一块面头好怕老话抢，等你什么起搭档的 humerus 跟过了嘛，老话抢过来。不知道的话就。啊，前两个号码过来，那都是呢，老话过去叫噻，都是呢，那前两个地方你都打个了，好嘞噻。你也拍起来，干嘛什么就是那边对噻，干嘛什么就，干嘛什么就啊，啊，33分。哦，对，知道。嗯。人家还没。所以我们要找到这三条肌肉的话，就要控制肱骨的方向。我说你红外有 humerus 的，你当真激动可卡上的。呀，因为什么？因为它肌肉是从这里肌，你从到这里头。你下这么地的话，你是夹不到你多啊？如果这样子的话，是不是它会跑进去？你这是你夹不到天外呢？你可弄了个它一撇了的噻，一。然后抬进去。你对你讲老天，你那现在我们都说老主席了，你那时候在老板墙头嘛，都是。那我这样摸有没有效？六十年老板弄了个爬天外，那你六十年爬老板墙了，可下点。我活动一下。说说蛤蟆过来呢，那大当地啊，红里的亚麻姑姑叫叫的，老板。可以摸到这个肱骨，这个像球一样。老板亚麻姑姑叫当的，我说的 humor 是我的，我说不能那些药的，可亚麻的姑姑的这样，已经好了。所以你看我这样是不是我要拉动它把它拉出来，我手背摸到这里。这样你老板的蹲了爬起来，那你讲不到的卡些多少岁，那吃了下这么的听给多少岁。好，所以大概这样你就可以知道这三条肌肉从最上面的第一条，然后转下来第二条、第三条。可以在这里找到。啊，还是那他妈动不动，你把什么下中个觉得都是喜欢那任何的啥？但是主要你要是去感觉到这个肱骨头，你这样动它会动。那个和所有前两个的老板的亚麻骨结节，等你说说两个的噻，那个谢谢。都是你老板的亚麻骨结节不是？因为你要做到肱骨上面。哦，但你 humerus 跟肱骨头啊的噻。所以这个肌肉是从这里拉到这里。
디 샤듬 데 잡로니 다다 디 히머 승고니 아니 다다 소리기 타가 봐. 아 텐데오레사. 你要按摩的，你要做的时候，你才知道说，哎，我要做到这个光骨头上面的肌肉。啊，这种您点哪呢？这种哦，咱得这当然这上上肩，这种好骨头，不是啥？啊，差几多？对，是。 要做到光骨头上面的肌肉，这样要压到这里。啊，单单的胸部的时候痛了，你都是能够的，是。所以你要控制，你才知道你有没有压到上面。都是今年，单单爬天啊，那叫叫不到那屁股多些。对吧？所以你要这样看。啊，你那块弄了那爬去，那块当真去，那块手术是当真的去，压嘛，骨就叫当真去，这里得是打了天了，是。啊。 那块当中，电子压强的，那块的下头的是了，去弄那吞的，晓得？哦，它低头了，都是。哦，这个因为肌肉的起点，它就是韧带，就是说它附着点都是像韧带一样，就是很有弹性，不是肌束，所以这个都很硬的。啊，底板上我从底下整个插过有的，搞的那肋骨蛮长，我从底下有啊，我底有的是。 来看一下肩膀。啊，你阿妈，你红花是骨的，跟着都是一样的。这个时候不一样。啊，这种忙，出不去个，那忙着都也是。啊，对对对，不对，这边的话比较松，轻。哦，比较轻一点。对对，轻。所以你只要知道肌肉的位置的话，你去把这个起点拨它后侧的，到肩胛骨的肌肉，它会比较松。 哦，先生，这样像个你哈过，那那朋友那里是差不多有了，差不多个那怕不接，啊，说的朋友在叫那，那叫叫不到，都是这样说的，是。哦，所以当然就是说，在这个肩胛骨这里，我们做完这个肱骨头以后，我们拉到前面嘛，哦，一般就是我会让它背到它这里。啊，给那个蒙起完的，老板的叔叔和猪八他们的是一样，就把这个钥匙。来，你们自己抬这个手，然后自己摸这里，是不是可以感觉这里是？可以感觉到。叔叔，老板，记得你当当出发的了，是吗？而且先把这个铺的，你叔叔娘的，当当当。可以感觉到。他叔叔娘头部的是，老板，对是。肩峰下，肩峰。当当的，你后面的差不多嘛，用过的啥？ 大概从这基尼松，哦，但对你拍成底板了，你打打个有的是。是很简单。你老的都是，你老的都是。但是你要摸对方向哎，你不是这样摸哎，基尼松不向摸，你要你不是，不是这样基尼松不是这样。啊，就是今年红花大概你，对你妈用要嘛的，但是夹子嘛着些，你对你怕，今年松着你对你怕。 你这边就对，一块面是在那个人的。那是这样嘛，有没有这个方向？看看啊。这个呢，卡小的，像这么个卡小的都是的，我是。啊。不是台子的。哈哈哈哈哈。这样，基尼松。你们认识个大的，你帮着这买要嘛的，我是。你要讲不出来。我都是你讲不出来，怕的你听听不。哇，他三角一条，两条，三条，是吧？人把东坡鸡。 你几升？我都是你的。所以你搞清楚状况，你就可以很清楚的找到这个光骨头上面的这个肌腱。先生的，可个的，有几啊？我对他呢，老把强的，那厉害我有的东西。如果你没有工具的话，也可以。如果你没有工具，也可以用手怎么样？该是的。 六千美元呢，手术这么慢呢，这个东西。你搞的呢，被修切有的，搞的呢，把着你，我这手啊，个怎么着了，肋骨蛮直。很酸吗？啊，差个点。哦。不是，因为我们常常手臂要动嘛，所以它这个要收缩，你懂我意思吗？所以它虽然不会痛，但是它这个会变得很紧。 反正南京的老板的都是一样嘛，那摆的修切必须等几个月，反正都是新的。当地的话也是的，嗯。
죽으니까 만들어도 되겠어. 네. 어, 요. 만들어도 하지. 对吧？然后他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他的肌肉一个拉到上面，一个拉两块拉到这里，拉到上面我们先不说，拉到这一边，它会经过肩峰到这个肩胛骨这里，然后它会在关节肩峰的后脚这里，而这里容易卡住。他的地下这么地呢，什么就给他拖垮天掉了。你等地呢，手里拖垮，吃了天掉了。一拿拖垮，赶紧带着家小子。啊，你俺说地呢，手里你地呢，俺你吃了天就知道。忙起来的，你把这砍掉了打死。忙起来砍死等这些啥？等你干的，什么路地拖垮等啊？人都带着家小子。那你也可以按摩肩胛骨上面呐、啊，就直接按摩，但是主要会卡在这个后脚这个位置。这种你手里头了，你像个不念当当，这个有的是，一那要个难搞个的，你把罗打死，你把罗，你惨得了。所以你要找到这个肩峰的位置嘛，这个。啊，像你后面个的啊，你的啊，软瓦洞。所以你看，光骨头软进来的时候，这个位置特别容易打。啊，你有没有是个过年？你吃过来讲，你吃了完，那那个难搞个的，你把罗了，打了，你把罗你当难搞的是。아차게되어서所以等于是在做肩峰后侧这里。아다단디참여라디그디참그디니잠로거디숙대나파냄거다세但是你第一个步骤一定要先把肱骨上面的这个两条、这三条的肌腱先。按摩松掉，再来做这里。一那样拖东部，像那个肋骨强节，不念当啥的，那当地黑毛是跟你拖个的，什么吃的多？你他呢？你带着拖的当呢？得人挤人挤的，讲不吃了样子，第一个惨的啊，难搞的是。现在有没有更爽？但我来带着羊肉的是，但请我妈来羊肉的，肉的，对对对。大声说出来，这样他们。哎，像新钱不了嘛，都是工资好给我们的是。对，养猪的，但是我们养猪的是，讲不到对养猪的是，啊对，有点。这个你有时候它不会痛，但是它会拉扯到脖子。嗯，常常我从你那个嘛的，一那样我从牙给牙僵死，僵死到牙疼到就等着要的啥。那另外一个，你可以用工具去压它。人不凶的，那我从你拉起来，那么也就了。那另外一个时候就勾住它，勾住它。人把人家拉从地天王个呢。然后活动手臂。天王个怕呢，人家拉把个地亚麻骨脚脚。勾住哪？勾住这里。啊，天王个念啥等等的，你什么都要，什么这个的。那你勾住这里，就是勾住这个肌，所以我转动肱骨头的时候，我这个转动的时候，这两条肌肉会被拉动。先生，你那个的松骨头，但但你头那个，你天王个嘛呢？你老爸的你要过来呢？你给他爬天个来噻，你让他们的苍毛骨休息个来噻。所以就在按摩这个这两块肌肉。但但你把那个的爬那么久。来看一下，单单做的几大事，看着点啥？有没有更爽？单就红的马个养猪的啥？现在都不知道，没有干。他到这个东北头去，好像个空空的，好像他感觉空的。空掉。哦，空掉的。就是说 ，OK， 谢谢。啊，推车子。你看他像他有运动有没有？其实运动的人虽然这样，但是他某些关节的时候，有时候他运动的一些肌肉也会卡在关节内。我说长长的要是不长点肌肉了，长点肌肉，人家肌肉那你要长的长的呢，你卡住要等着要点啥？所以你要很清楚的去掌握到这三条肌肉的位置。然后很清楚的去压在你要治疗的地方，就是，所以如果你很清楚，你是不是很容易
找到这些问题，因为这里是最容易阻塞的，肩关节以后侧来这里是最容易阻塞的，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地方。我说生活好过关系啦，你第八楼的忙起来的，第八楼卡住个来着，第八楼那个难搞修来着。팔치와전디바로카카드로결한디可以吗？啊，这个对还是啊？那等一下，你们就下去操作，可以吗？啊，大家就是说你三年用整点时间去吧。好，主要就是做这三条肌肉，先做这三条。头等部第下这么四级对吧？我得整点肌肉。肌上肌呀、啊，肌下肌，小圆肌。嗯。好、哦，肱骨头这一段的。哦。肌下肌，肌下肌和肌上肌。肌上肌啊，搭档的 supra spinous muscle 肌系，第二条肌下肌啊 ，infra spinous muscle， 这个小圆肌啊 ，teres minor muscle 肌，我的第四的讲的肌还是，可以吗？啊，这个都还是。哦，好，下午要带工具啊。啊，您过去搭档叔叔，落下的开销了。好，先下去练习。大家匆忙忙着去讲的肌子啊。